生完第三胎腹部翔张柏芝突晒婚纱照。张柏芝去年生下第三胎小王子后，出生登记父亲一栏空白，至今小孩的生父身份仍旧成谜。农历春节期间，张柏芝拍影片跟粉丝拜年，透露与大儿子 Lucas 及老二 Quintus 爬山走春，一家和乐融融。但昨晚他突然在一个贴出一张批注婚纱的照片，没有留言，让网友惊喜纷纷，猜测将有喜讯宣布。不过隔了一天，张柏芝今早连 PO 三条影片火速澄清，好多人见到这张照片以为我结婚，根本没有可能了。他表示贴婚纱照是因为自家品牌开始设计婚纱头饰，贴出照片是想宣传品牌，影片最后还不断送出绯闻平息风波。